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黑老君，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站住！站住！坏了，咱们上当了。黑老七呢？队长，人跑了。向少爷呢？坏了，向少爷落在黑老七手里就完了。队长，怎么办？现在只要枪一响，就会打草惊蛇，黑老六那边肯定会得到消息，咱们到时候再想搞伏击，肯定就来不及了。跑啊你！跑啊！跑！你要干嘛？嘿，别过来啊！我有棍子，你别过来。站住！走！呸！别以为你能躲得了，我看见你了，快出来！七，哎，老七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别让他给我跑了，把他抓住，我重重有赏，我要活剐了他。老七，我不怕你，来呀，来抓爷爷，在这儿呢。兔崽子，把枪给我！手上，他们不能跑了呀！哎呀，不行，你不能去！阿伯，李林，阿伯，队长，阿伯，你可来了！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不能让土匪他们跑了。我爹还在他们手上呢。你别急，
现在我知道黑老六的老巢，去把你爹救出来。来啊，有有，你们两个负责向少爷的安全，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，听到没有？你们想得美，我黑老六会怕你们这种货色？在这里啊，少爷！快快快！少爷，少爷，爹，爹！你说这怎么办？现在那批药确实查出来有问题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起运。老爷那边回电报了没有？我已经给开云那边发电报了。但是那边还没有回信，这样，我明天再去发一封。嗯，这好好的成药，怎么就出问题了？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太太，这事儿我一会儿给你解释。诸位，先回吧。啊，先走，走。怎么了？送去花艺的人告诉我，好像是方家给的西药有问题，会不会是方世元在里边做了什么手脚？方世元，咱们跟方家是儿女亲家，嗯，而且他在这批药上也投了不少钱，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？夫人，你别忘了，方世元在生意场上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。行了，这件事情
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不要乱猜。好的。太太，太太，哎，太太，东北那边回电了，老爷他们出事了。二哥，你又救了我一条命啊！算上30年前那一回，我欠你2条命了。说什么呢？你说咱们两个从小一块撒尿和泥长大的，兄弟之间还要记这么清楚吗？真是。我是觉得，我是真老了。要是再年轻个10岁，就这几个小毛贼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现在你照样能收拾他们，要不是为了向兵礼，我告诉你，就那几个小毛贼，他们能抓住你？扯淡！来，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你说宾礼这孩子吧，太顽劣，就是不听我的劝。他要是早听我的劝，能招土匪这个道吗？你瞧瞧，最后还是暴露了行踪。我现在就想，你说当年咱们结拜的三兄弟，你跟大哥呢，一人生一个儿子，就我生了个丫头片子。不过这两个儿子那可都是当兵的好材料，虎父无犬子。来，二哥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二哥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凌云呢？好些年我都没见着他了。啊，这孩子现在在602团当个营长，现在部队忙，他住在沈阳城外那个北大营。这小子现在长得跟咱大哥那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是啊，好啊。哎呀，二哥，现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了。我就追呀，一直往前追。突然眼前一票人马出来，不用多想，肯定是胡子。我抬手就是一枪，知道吗？啪一下就是一枪，那帮胡子全都趴下了，我一枪就给镇住了。二哥，我听黑老六的口气啊，说这回要绑我的人还另有其人呢，点着名想要我的命。你还会打枪呢？当然了，你别忘了我爹也是夯武出身，从小就教过我打枪。这不是重点，你别老打岔。我说哪儿了？打枪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打枪打枪。所以我就啪啪啪，哎，一个胡子都不敢抬头啊，一下子就把他们给镇住了。不对啊，向大哥，我记得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那你被那土匪打的都不敢抬头啊。不是，那个时候你不是后来的吗？我说的是前面的事儿。我子弹打没了，我还往上冲啊？真是，我要有子弹，我不早就冲上去跟他们拼了？你来晚了。哦，哈，啊，娘的嘞！现在东北这个局势，真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大帅走了以后，东北军内部局势也是风云突变。现在说话有分量的，都是那些留日回来的少壮派，对大帅当年定的一些规矩置若罔闻。这倒好，既得罪了苏联人，又得罪了日本人，他是两边不讨好，尤其是日本人。现在在东北所作所为，那是相当的过分，简直是得寸进尺。还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。不，你总跟我这么客气干啥？我想让宾礼啊，在你跟前历练历练。啊，在我这儿历练？既然你说的这么厉害，要不然我们俩比试比试。嘿，比较比，比啥？
打枪啊！打枪？现在？嗯。不是，现在几点了？这时候放枪，那全城人不都出来了？嗯。这啥枪？也对。那我们就比拆枪吧，看我们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枪拆了再装上。这个行啊。啥行啊？枪拆来拆去，拆来拆去又有啥用啊？拆再好又怎么样？凌霄啊，不是当哥的我说你啊，你这女孩子家家的，没事舞刀弄枪的，有啥好处啊？谁敢接近你啊？将来谁敢娶你啊？谁敢不敢娶我不用你管，你先担心你自己娶不到媳妇儿吧。你看你天天吊儿郎当的。就应该有这股血性劲儿。刚才我还跟你二伯说你呢，是一个当兵的好材料。既然大伙都这么认为，你就留下来吧。啊？留下来？留下来干嘛呀？跟你二伯当兵啊。向清兄和他的儿子已经逃出了白山岭，不过好在呀，他们的药材依旧打了水漂，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，我们依旧可以实施原来的计划。本来可以把这爷俩斩草除根。方先生，中国有句古话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相公子是你未来的女婿，这人何必赶尽杀绝呢？生意场上无父子，再说有他俩在，上海这医药界能跟你我合作吗？进来。君文小姐，大冢先生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好。不用紧的，向清松と周君は知り合いなんて。それだけじゃなく、義兄弟関係だ。全く不用心だ。あなたを責めることではない。周君のあたりについて、まだ一年に達していない。不明なことがあっても変ではない。すぐ上海に転報しろ。その親子はそちらに任せ。私たちは周君の部下に気をつけて。計画はまだ失敗していない。这个药。想必爸爸你也认识吧。哦，这是和向家一起开发的，中西医结合，我们也有投资，我当然认识了。可这批药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这批药王阿姨找人验过了，成分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私下查了咱们家的出货单，发现原本咱们提供给仁医药房的锰酸钾被换成了硝酸钾，所以这问题出在咱们家这儿。这名字上虽然差一个字，但效果上却相距甚远，甚至会要了人命的。太不像话，这帮人太马虎了，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？我一定要好好严查，我会把它查清楚啊。爸，
真的是送货人的疏忽吗？当然是他们疏忽。啊，怎么着？你认为是你爸爸故意给换了？这可能吗？这个事儿你不要管了，我一定会查清楚，给他们向家一个好交代。向少爷，向少爷，快起来了，老爷吩咐了，让您起来做早操，这都晚了。向少爷，向少爷，向少爷。周凌霄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发疯了？什么发什么疯？你看看闹铃都几点了，还不起床？我愿意睡觉几点就几点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干什么呀你？向三叔走之前可是把你交给我们了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开始负责你所有的训练。赶紧起床！不起！起不起？不起！你不起？猴子，把水桶拿进来。我看你起不起。干什么？干！我起还不行吗？你出去！你快点起来！你先出去。我咒你嫁不出去！静雯，王阿姨，等很久了吧？丽丽和向伯伯都没事了吧？昨天半夜，东北来了一封电报，说老爷和兵里啊，都被周旅长给救出来了。哎呀，虽说是有惊无险啊，但是回想起来，这心里啊是真后怕。你说万一出什么岔子，老爷和兵里无论哪个出了事儿，我这后半辈子心里都不得安生了。能回来就是万幸。哦，对了，王阿姨，之前那批药的事儿，我父亲说很对不起你们家，他改天要亲自登门道歉，并且一定会赔偿损失的。你父亲这也太客气了，我们没有怪他呀。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，是出来逛街的。我在家担心了两天呢，这听说老爷没事呀，我这心里放松了不少呢。走。咱们今天高高兴兴买东西啊！走，欢迎下次再来啊！哟，太太，有日子没见您了，可不是嘛，有段时间了。我给您留了块好料子，拿给我看。您看看，这可是呀，上等的苏绣，图案秀丽，绣工细致，是块好料子。这款料子呀，最适合做新娘旗袍了，最适合我们方小姐了。方小姐，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？婚姻大事啊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事儿啊，得我们跟方家老爷商量。哎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老爷和宾礼回来，咱们就找个时间，两家聚一聚，吃个便饭，顺便啊，就把这事儿给定了。你说呢？你们商量的事儿，你们长辈做决定，我自然照办就是了。请用茶。小野先生，百忙之中到我这儿来，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？听说周旅长前几日抓了几个日本人，有这事吗？果然是为这事儿来的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要人的。不过，我没想到来要人的竟然是你。周旅长，咱俩这么多年的关系，我这次来是帮你的。我想问一下周旅长，如何处置这几个人？
对了，旅长，我听说你把那几个日本特务给放了。是啊，我觉得小野说的对，就算那几个日本人招了，这事儿到了上面，上面也会选择息事宁人来处理。如果日本人狗急跳墙，反咬我们一口，那我们还得出来背黑锅。所以我想来想去，我还是把他们放了，但是这个事儿不算完。是，三宝，你听好了，暗中给我派人监视开元城和开元城周边日本人的行径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凌霄，爹。哎，这么大的闺女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进门不知道敲敲门啊？你这么大个旅长，不也同样不懂规矩？哟呵。我怎么不懂规矩了？我问你，那几个日本特务是不是你下令放走的？对呀，是我放的。你凭什么给他们放了？这是公事，你没资格过问。那几个人是我抓的，我当然有资格过问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来大小姐脾气了啊！放下！我说过，公事你没资格过问。那你跟我说，你给他们放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跟三宝谈正事呢，啊，去吧。哎呀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走了。你给他们放哪儿去了？哎，行了，凌霄，你先出去啊。爹，我们谈正事呢，好吧？这丫头，今天的训练项目，负重5公里越野。后边，后边跟上。香槟里，你干嘛呢？这才跑了多大一会儿，你就累得不行了，连我都不如。我承认，我连你都不如。你哪像个女人呢？你就是个母夜叉。你说什么呢你？立正，快点！起来，立正！我跑不动了。好，走，快点。哎呀，又怎么了？我昨天吃拉肚子了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哎呦，你是不是想装病偷懒啊？没有，我真的得去。要不你过去监督我还不行吗？哎呦，那你赶紧去，快点快点。我方便时间长，你别等我了，我去找你们啊。
要不是看在吴二伯的情分上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天天事儿事儿事儿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凭什么管我？凭什么管我？我凭什么管你？香槟里，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？那你不管我呀？行，行，这是你说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以后谁都别跟谁说话。不说就不说，谁愿意跟你说话呀？哼，吃你的山药去吧。木叶茶。什么人呢？不识好歹。死了我都不管你。不要脸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哎，是开元城保安旅旅长周坤的女儿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放开！放开我！臭流氓！放开！大娘，哎，你就快拿刀，我撑不住了。林香，哎，怎么样了？小子还挺有劲儿。你来干嘛？啊？用不着你管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刚救了你一命，连句谢都没有。哎哎哎！你不是跟我说没关系了吗？还救我干什么？你不还说不跟我说话了吗？那这不也说了吗？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呢？应该日本兵们也在这附近训练的吧？不可能，你可能不清楚，当年大帅跟日本人有约，就算他们有军事演习，也只能在南满铁路附近，这里已经超过他们的活动范围了。哦，那他们……哎呦，快走！凌霄，枪！蹲下！不行了，凌霄，你得先撤，你往那边走，快！那怎么行？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？我去把他们引开，你赶紧去找三宝，不然我们谁都走不了。快走啊！快！喂！我告诉你，
这次啊，的确是我们这边出了问题。我愿意照价赔偿所有的损失。东北军那边呢，我还有几个朋友，我也会托人跟他们解释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都是我的不对，还希望向家这边多多包涵。方先生言重了，虽然说这次的问题是出现在你们方家，但是我们家也有验货不严的责任，不是？钱是小事，可是咱们两家的招牌和声誉，这可是大事啊！哎，对对对，还好这次啊，幸亏静文发现得早。至于怎么善后啊，等我们家老爷回来之后，你们两个男人好好聊聊。太太，太太，哎，老爷回来了。哦，哎呦，老爷回来了！哎呀，老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可算是回来了。哎，瞧你，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啊，别难受了，好吧？哎呀，青松兄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哟，世元也在这儿啊？哎呀，大难算是过去了，有没有后福我可不知道啊。老爷，相伯伯好。哎。哎，宾礼呢？啊，叫我留东北了，暂时不回来了。你把他留东北干什么呀？叫他历练历练，我临时决定的。嗯，那算了，那咱们先吃饭。王妈，开饭了。饭我就不吃了啊。我这一路奔波，有点累了，我想上去休息。那饭也得吃呀，咱们还有两个孩子的事得商量呢。不，那个，既然青松兄旅途劳顿，就让他早点休息吧。孩子的事儿，咱们什么时间聊都可以，是吧？好，水源，抱歉啊，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啊，你们吃。好好的招呼客人啊！哎，我上去了。哎哎哎哎！二伯，您这话就严重了。别说凌霄是我妹子，就是个陌路人，那种情况下，我也不可能不出手啊，对吧？不愧是向青松的儿子，虎父无犬子，好样的！旅长，这一次日本人也太嚣张了吧！啊，竟然敢动凌霄！旅长，你下命令，我现在就带队把日本军队给平了。对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不是，那就这么算了？不能算了，二伯。当然不能这么算了，不过和日本人打交道一定要慎重，我担心一旦把事情闹大，会牵连整个东北的局势。我现在一直在想，那些日本兵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呢？当年大帅和日本人约定好了，只能在南满铁路附近进行军事行动，况且咱们这儿离南满铁路那么远，这帮日本人跑到这儿来肯定就没干什么好事儿。报告。什么事儿？报告旅长，小野先生来了。还敢来？好，我倒要听听他怎么跟我说。二伯，他必须给个说法。好，宾礼，你也累了，早点歇着啊。林晓，好好休息啊。走。必须给个说法啊，二伯。向宾礼。啊。谢谢你。